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抽这个中华编年史啊，清零的太平的转蛋啊。那我觉得这几天运气比较不好，可能今天就会反弹。我还今天还穿了这个、啊，今天穿了战神的衣服啊。有谁知道这件的？知道这件的，打开加一吧。之前买的，四周年买的，本来说要送人啊，结果那个人没有来找我领货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件就自动变成我的。好啦，那咱们先从这个付费的20连开始抽，好不好？我是希望啦，这个付费20连哈，三支一起出来啊，直接毕业，我们石头存到下一次，这样子我们今天精华也不用出了。我觉得这样子这个计划非常棒。上一次我们付费20连，直接出2支的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，真的。来，我们看看第二个彩，不可能。我们赌的是第三排第一个彩，绝对爆开，没有问题。认真的，好，认真的50，可以。哇，今天看起来是完美宵夜战啊！看来是完美宵夜战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抽吧。我觉得孙悟空帅，我左慈的卡面没有很打到我，所以我决定先抽孙悟空，来吧。我是觉得啦，今天应该是蛮欧的。上一次礼拜一的那个池子呢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完美消完业障，所以今天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直接结束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对，没有问题的。AW 警告，有个6，这就是个好的开局。2颗彩，第一个我觉得啦，应该是可以。子路，我今天吃的是牛排，不是吃肉酱，请离开，好吗？好，现在出来了，哦，你就之后都不要再来了 ，OK 吗 ？OK 吗？哦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今天没有吃肉酱，请撤离，啊，请撤离，谢谢。来，不会吧，一只60C，一只65C，但没有一只是我要的，可恶，这几只也是看起来有点危险，我决定先抽个 B 池，先抽个 A 池，转运了，来吧。可以，我觉得啦，这里就出个左慈吧，可以了，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问题。看到这三颗了吗？这三颗代表着第二个会爆开，没有爆开，没事，我们还有第三个机会。我觉得还有第三个机会，应该是没啥问题吧？对啊，没问题啊，就是一只55C，非常的棒，这个非常的棒。我的 skip 出卖了我吗？我觉得啦，它等一下就会消失了，来看看。没事，我们还有4颗的机会。我们还有，不是啊，你们两个换个别的人来行不行啊？为什么要你们？又是你们啊？怎么又是他们两个啊？哦天哪、啊，这实在是，哎，不太行了，今天太扯了吧？这个太扯了。这个真的扯，这个有扯到，但是我觉得下一个就更扯，他妈的懵，对，很扯，扯到不行。没事，我们还有一个彩蛋，爆开就没有，哎，居然是孟子，哎，孟子来了，孟子也是一个很常来找我的人啊，希望不要再来了，希望我们这个呢可以轻松。快乐4颗结束这个噩梦，好不好？怎么又是真的？为什么又是你们俩？哎，他们是不是出现2次啊？真的是直冲保底啊？不会吧？哎，我只希望生无可恋，希望两个可以一起来啊，不然今天看起来有点惨，对吧？4颗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啦，真的4颗。我们还有3个机会，保底钱出货哦，
哦，哦，满满七十抽哎！好啦，可以啦，孙悟空，悟空来了，悟空来了，悟空跟我说没事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，我用我的金箍棒来帮你打破这些该死的六十 C。斋藤，你又干嘛？斋藤，闹这两个这个恩东涅特哦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彼此了吗？今天四八四有点危险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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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今天想要早一点毕业，我不想要每一次都抽到井，我不想，拜托，可以不要吗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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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井，我不要井！哦，我的妈！爆开啦！哦，什么？你最近刚抽了一件井，我最近四次都井哎！啊！天啊，我们三单的石头已经干了，默默的擦了一眼泪，哎，流下了眼泪。这是男儿泪，这是个男儿泪，这是个男儿泪。张飞！啊！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，张飞？看，七抽三十抽，我今天抽一百，我今天不想抽太多啦。我看一下我多少石头啊？干没石头啊？打咯，就这样负责开战，我就是在 CF 圈负责开战的那个。啊，终于不够了。啊！你们觉得这个票券会中啥？我是觉得这个票券应该是轻松协议啊。太平这边，我是觉得啦，这张票券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困难，应该是完美消业的。来吧，试试，试试喽。啊！你们苦苦哀求的三藏呢？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三藏不是来了吗？你们不是说要三藏吗？三藏来了，大仙来了。哎，功亏一篑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这次没有抽很多啊，这次没有抽很多啊，应该只有120吧，120、130而已，差不多了啦，这个。哦，12抽了，120抽了，哎，说话时光就差不多到这了。那喜欢我今天抽卡影片啊，就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帮我分享出去。希望今天这部片可以让你们收到的啊，就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这次真的不算太欧了吧？这次应该不算欧了吧？这次算啊，这次算遭到制裁了，好不好？上一次太欧了，这啊牛顿太欧了，史莱姆太欧了，这次被制裁了，好不好 ？OK 啦，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